怎么了？没事，小姨。没事，你喝酒，说吧，肯定有事。小姨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借多少？说吧。200。200？我给你转1000，你别不开心了。200万，小姨。200万？你200万要干什么？你跟姑姑的围墙拆了？不是小姨，我前段时间跟我哥们一起做生意，后来赔了，他就跑了。不是这点事，我咋不知道呢？不是小姨，我不行了，干好了再跟你说吗？让你刮目相看吗？你这是让我刮目相看吗？你这是前程跟我添堵。小姨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咋来说？我有个姐妹在广州开夜店，实在不行你去那儿试试吧，这样还能还得快一点。不是小姨，你这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闭嘴吧，我看见你就烦。不，你干嘛去啊小姨？你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小姨，那个我收拾收拾，我明天就搬出去。行了，你闭嘴吧，看着那个样子垂头丧气的，给你。不，这什么呀？这卡里有80万，剩下的你跟我去趟公司，再找个收二手车的。哎，不，小姨，找收二手车的干嘛呀？我卖车怎么还点钱呀？你想当老赖啊？不是小姨，哎，那卖了你看什么呀？那车刚买了还不到2个月呢。不是，是你的事重要还是车重要啊？行了，别墨迹了，赶紧去吧。哎，小姨，我逗你玩呢，其实没有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小姨，我说我没欠钱，我也不。